哦，你看小朋友，他说读了考了八科了，可能心经，哦，清净经，可能道次中职，还有是礼应大同，清净经，哦，弥勒救苦真经等等，哦，可能有的，还有金刚经，还是六祖坛经，还是。还有《论语》啊，《孟子》啊，还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《道中禅研究》那个《六祖坛经》《金刚经》，还有《心经》，也可以研究《道德经》，研究《道之宗旨》《礼应大通篇》，《心经》《太上感应篇》。十五条活龟哦，都可以活计啊。哦，好哦。神元山庄义和圣堂，1991年落成典礼的，今年105年了。哦，那边坐很多人，那边比较凉快。现在都前些可能都早就考试考完了，在那边休息。8点半就开始考，要快考到10点，很多人都考完了哦，所以有很多空位。哦，前贤勇气可嘉，精神值得我们效法学习。哦，你看穿红衣服的年轻人，讲了远东科技大学，远东科技大学伙食团的，哦，来帮忙办活动，真好。有博士教授哈，是黄崇辉领任哦，创办远东伙食团。